大家好，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开箱这双 Aime Leon Dore 和 New Balance 联名的993。我这双其实是在 ALD 官网上中签的。如果看了这支影片有想要入手的话，我相信现在的在售价已经比原价还低了。那么这双配色被大家称之为 Beef and Broccoli， 设计来源呢其实是源于 Timberland 的 Feel Boot。由于 Beef and Broccoli 的配色 Feel Boot 呢在纽约街头相当受欢迎。而 ALD 也是源自于纽约的品牌，那么他们会用这个配色为设计灵感呢，也有向纽约街头文化致敬的意思吧。那我就不多说，给大家看看鞋子的细节，稍后我会再附上上脚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。